电视剧《且听凤鸣》正在热播，由杨超越、徐开骋领衔主演。该剧主要围绕凤舞跟君临渊展开剧情。剧中的凤舞跟左青鸾都是天之娇女，然而凤舞拥有凤凰真血，比左青鸾更加优秀。左青鸾嫉妒凤舞，便偷袭凤舞，夺走了凤凰真血。然而凤凰真血在左青鸾的手中毫无用处，一直以来左青鸾都想将凤凰真血融入自己的体内，但每次都失败了。随着凤舞的再次崛起，左青鸾也再次对凤舞起杀心。在凤舞报名参加圣后授点五剑弟子代表时，凤舞跟左青鸾之间展开了一场比武。左青鸾以为自己是必赢的，但他根本不知道凤舞的灵力是险中激发型，对手越是厉害，凤舞的灵力也增加的越多。因此在那场比武中，凤舞赢得了比赛，不仅成为圣后授点五剑弟子代表，同时还成为君临渊的临妃人选。一旁的左青鸾气得直跺脚，左青鸾的结局必然是悲剧的，不过这一切也只怪他咎由自取。